Apple Music 古典乐今天正式在台湾、香港和中国推出，由钢琴家郎朗担任艺术家大使，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与上海交响乐团成为合作伙伴。Apple Music 古典乐只要订阅 Apple Music 即可，无需额外付费。Apple Music 古典乐提供无可比拟的古典乐目录和全面最佳化的搜寻功能，让使用者能快速轻松地找到任何录音档，听众可以享受卓越的音质，并透过沉浸式空间音讯，以全新的方式体验许多古典乐经典制作。Apple Music 古典乐结合 Apple Music 为每个人提供完整的音乐体验，从古典乐资深乐迷到初次接触者，所有人都能尽情享受。Apple Music 古典乐带来究极古典乐体验，提供数百个精选播放列表、数千个独家录音档、富有深度的作曲家传记、许多重要作品的深入指南、直觉的浏览功能等等。Apple Music 古典乐使用专为此音乐类型打造的搜寻功能，立即在全球最庞大的古典乐目录中找到任何录音，沉浸在系统提供的最佳音质，最高可达 192K/24bit 高解析度保真压缩，并透过空间音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聆听喜爱的古典乐，全无广告干扰。透过数百个精选曲目单、见解深刻的作曲家传记、许多重要作品的深入指南以及直观易用的浏览功能，Apple Music 古典乐让入门者也能轻松熟悉古典乐类型。 Apple Music 古典乐 App 将持续提供来自艺术家大使和合作组织的独家内容，还有陈嘉贝独家精选的播放列表，以及汪月涵、常静和郎朗的古典乐合集。以上是苹果 iNews 报道。